唐公子，可否再帮我一次？唐大厨，求求你伸出援手。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去表演？你看，咱俩的心意一点就通。这次呢，绝对是特殊情况，而且那些娘子都是出身名门，绝对不会为难你的。你最多最多再说几句讨喜的话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啊，我都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行，但条件我开。上等珍珠十颗，上等野生茯苓。唐风，你这是要我老命啊！三天，只有三天。过来，过来，都小心点啊！这可都是名贵的原料。哎哎，来了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公子，天山牛乳到了，云香草也来了。唐风，你觉得这能行吗？我敢说这次做的果子他们肯定没吃过，但怎么能让大家买，你可要好好动动脑子。我已经想好怎么卖了，就等你的果子了。唐风，谢谢你。鹬蚌不相识，愚者得而兵擒之。咱俩合力，长英阁一定能渡过难关。阁主，阁主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阁主，我特意分开放的呀，你不是说他俩千万不能在一起，否则天雷勾地火，非得吵起来不可？阁主，你这是忙糊涂了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此一时，比一时嘛。啊，放过去吧。哦，陆夫人慢点，您这边请。今天这场面呀还真是大，可不是嘛，每次都不一样。这畅音阁的新花样可真不少呢。各位贵客，时间宝贵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卖。本次拍卖自愿参加，所有的果子均由唐风亲手制作，且用料珍贵。可好吃了，是吗？第一道，名为茯苓美白霜，这款果子不仅好吃，还可以去湿气、养脾胃。为了表达本店的诚意，特意现场抽选一位赠送。尹娘子，恭喜尹娘子获得了此次机会，来上我们的果子。但凡参与本次拍卖的娘子们，除答谢宴外，本店还会送你们半个月的赠品，保证你们的体验效果。接下来是第二道，在原本的果子基础上增加了珍珠粉，不仅好吃，还可以美白养颜。
使你们的肌肤洁白无瑕。这个单品无良起拍，真能美白祛斑，真能。那这款果子可是唐风亲手制作的。正是如此，全京城的独一份的。那我出十两。就那么多你也不要，你反正啊都试吃过了，知道个味道就行了，这其余的呀还是我来吧。杜夫人，您可真是将门经国，慧眼如炬啊。哼，急什么急，就这么着急美白祛斑啊？我刚试了这款果子不适合你，我出20两。30两，40两，50两，60两。各位娘子，让对方一手可好？让他？你让本娘子的脸我哪里放？75两有200文。笑话，说的就好像我们府上没有钱一样。我就愿意家，我就是比他们家钱多，你说气不气？我出80两有200文。成交。别废话，赶紧开。唐风你要是再不给我，我看畅音阁也别开了。就是，一点面子。公子，今天要是让我们给他解，公子。公子，岂有此理，那些娘子竟然想让您给他们侍奉敬酒，太放肆了。要不让我带人去教训教训他们一下，赶出去了事。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唐公子，你要是再不露面，那块畅音阁也别开了。我们县里是看得起你，不要我还是过去不高兴了。啊，哟，唐公子果然。唐风一定要留住，无论他们怎么为难都不可动手。畅音阁正在危机关头，不可再让公明为难。我们今日请你来呢，是想请唐公子陪我们喝一杯。当然了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别人也没有这个面子让我们几个出这么多钱买一块果子，喝点酒也是应该的。一杯酒，一张银票，如何？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为了生存就要付出全部努力。你觉得谄媚也好，你觉得粗鄙低俗也罢，只要能度过危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假如我也是个男儿身的话，不要说是上台表演了，就算是敬酒陪笑，只要能保住畅音阁，我都愿意。为了畅音阁，一杯酒而已，又不是毒药。唐公子快点喝啊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唐公子喝了钱小姐的这杯酒，那我的也得喝了。